嘿嘿，你说这只小狗啊，你看它身体小小的，它胆子倒挺大的啊，它一直想骑甜筒，因为它是个公狗。哎呀，你心挺大的啊，这么大一只狗，你想骑它呀？啊，你都没有它的脚肚子大，你能骑得上去啊？那瑟瑟呀，笑死了。啊，你想骑它呀？啊啊，你看看，你想发动攻势？破解哥比得像气呢，要不是那个链子，它就骑上来了。哎呀，狗小胆大哈，你这么小的狗，你想？我们家甜筒这么大，都是你的十倍大了。小点，小点，小点了，我扔了，我小点改，我利用小点那个，小点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想干坏事是吧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呀，我跟你说，他绝育了，没用的。你怎么努力都没用的，它绝育了，它不能生宝宝了。哎，你抓住机会啊！你还挺拐的嘞，你挺拐的哈。然后摸摸你，摸摸你。你去哪里？你又想自由是吧？你看那外面开的门，你又想自由了。你今天已经自由了一次了，都不能再自由了。你想骑它呀？来，过来，我摸摸你，我摸摸你，我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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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，过来，摸摸摸摸，哎呀，真乖，好乖呀，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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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乖呀，比甜筒乖多了，狗小胆大。